郑苏仙曾说过一个故事，有个人想要跟邻居的妇女幽会，但是担心被自己家里的妻子发觉，因为他曾向岳父家借了几千钱，于是便趁机打发妻子回去还钱。他妻子也乐得借此回娘家探望父母，便高高兴兴地去了。不料邻居那个妇女失约，而他的妻子却在半路上遭遇盗贼强暴，衣服首饰也被抢光，最后又被捆绑起来推进了高粱地里。这些盗贼都是来自各地的流民，官府无从查起，最终不了了之。她的丈夫从此垂头丧气，一言不发，别人也不知道他和邻居妇女的勾当。过了几年，村子里有个老婆婆的儿子挑逗勾引别人家的妇女，被老婆婆发现了。她再三劝诫儿子，并举上述这件事为例，让他明白因果报应的可怕。从这之后，村民们才稍稍知道这段风流孽报。而此人当初和邻居妇女私通，正是这个老婆婆牵的线，所以她才知道这其中的详情。只是邻居那个妇女究竟是谁，老婆婆始终不肯说出她的姓名，才使那个妇女侥幸没有落下坏名声。